最近的品牌也成长不少，希望在之后重新入坑后，甚至带更多朋友入坑后，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品牌，更有魅力，甚至更成长，或是更不同风格的品牌吗？虽然我不知道大家会放我放到什么时候，但是我就是会尽力的在我当偶像的这几年，不知道几年之中好好努力的做好我一位偶像该做的事情，这样。虽然不知道我们互相就是我站在台上，然后你们放我会到什么时候，但就是这样子嘛，偶像的文化就是会这样啊，有来就有去。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中都可以有留下很好的回忆。其实我觉得真是蛮好的回忆，也就是在20岁。甚至15岁加进来，可以有这样的回忆，跟大家一起的回忆，我觉得到以后老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棒。希望大家也可以有一样的感受。虽然你们不是15岁进来啦，我知道你们可能20几岁。我今天没有要弄哭你们。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，今天品韩才就到这边啦。ヤクソクだね，ヤクソクだよ。是不是没看到我跟你打勾勾？应该对镜头对不对？打勾勾打勾。拜拜，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。明天上班加油，出门记得戴口罩。拜拜，期待跟你们见面。感觉这次握手会也可以聊很多哎。太多经验，好东西要跟你们分享。拜拜，晚安。祝你们好梦，大家睡觉的时候不要摆 pose 哦，会很累哦。晚安。